大叔大婶，行行好，给点钱。大叔大婶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大叔大婶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大叔大婶，行行好，给点。小子，外来的吧？干嘛？这是你的地盘啊？没错。得得得，我让给你就是。别呀，脾气这么倔呢？我说赶你了吗？啊，就不能坐下来聊会儿天啊？啊，就是你有吃的吗？谢谢啊，你也来吗？兄弟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威海。威海？哎，威海可比潍县强多了，你怎么上这儿要饭来了？我就是个要饭的，我上哪儿不一样啊？对，哎，你叫啥名儿？干嘛？想和我拜把子啊？行啊，看你这身材魁梧，大哥肯定不是一般人，小弟以后就跟大哥混了。是。哟，这不是怡红院的头牌翠怡和陆红吗？没想到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叫岸本的鬼子，每天花天酒地，他那日子过得比他们神仙还快活呢。不是，你走了？怎么样，有情况吗？秋元和一个叫岸本的人把守，生墨和板垣在司令部。林兄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那个叫岸本的鬼子搂着妓女进了俱乐部。妓女？小鬼子这个时候啊嫖妓，要不就是舍利子根本没藏那儿吧，要不然就是老鬼子设的一个圈套。想这么多干嘛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勋妃，咱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谨慎。我觉得舍利子在不在里面现在还说不好，但是我敢肯定不是圈套。刚才我碰到了一个乞丐，他说岸本一向都是花天酒地。对，林兄弟说的对，我们没有暴露，白猿不会毫无目的的设圈套。谢兄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猜来猜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咱们不如进去摸个清楚。俱乐部有个后门，哪儿没有鬼子的士兵，我们可以换装光明正大进去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准备出发。走。秋元君，来。阿本君，你这是？这是即兴节目啊，即兴节目。阿本君，昨天不是说了吗，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，我们在执行任务。哎，在下昨天的确说过不喝酒，可是总不能连娱乐活动也没有吧？啊！秋元君，我看俱乐部的兵力似乎又增加了许多，真是辛苦秋元君了。放松一下嘛！啊，来，给秋元君唱支小曲儿。是。圣墨小姐似乎有些过于紧张了，恕在下多嘴，
虽然青龙会向来以谨慎著称，但圣墨小姐似乎对同门师兄都不太放心呐。不放心？他要真有能力，就不会被禁部撤职了。看来秋元君跟在下的看法一致。跟秋元君您相比，圣墨小姐实在是过于高傲自大。你好，我是圣墨纯子，请秋元少佐接电话。秋元少佐正在休息。那岸本少佐呢？岸本少佐也在休息。好，来来来，干。谁知他们的幸福们也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。秋元君，满上，你过来陪秋元君好好喝酒。是。美人太君。哎，过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太君，我给你满上。太君，你好坏哦。哎，你也喝一个。秋元君，那你就慢慢享用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好，去吧，来，走吧，给我满上。太君，走吧，太君。来，我倒上。看什么看？都给我出去，好好站岗，加强戒备。是。报告少佐，刚才有您电话。再喝一杯。你们四个留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是。帮忙吧，不行，现在进去很可能帮不了他们，还会变成累赘，他们应该应付得了。那咱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，你们不会武功我会，万一他们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？对，雪飞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再等等。
那边。师兄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如果不是师父提前移走了舍利子，那我们这次任务就失败了。承担责任的不是你，而是师父。师兄，你太对不起师父对你的信任了。够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我一直在俱乐部严密坚守，只是岸本被他们打晕了才钻了空子。况且舍利子不是没丢吗？严密坚守。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圣母，我也需要休息。
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请。从这边来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喝茶。两位请。好热闹啊！梅小云是省城来的名角，场场爆满啊。三井太君、百元太君，楼上请。啊，请啊。百元太君、三井太君，请坐啊。去通知他们，可以开始了。好嘞。三井太君、百元太君，今天请两位太君看的是省城名角梅小云演的《贵妃醉酒》。这出戏说的是杨贵妃喝醉了酒，酒后思春，想男人啦，是吗？哎，一会儿啊，你看他那双眼睛，能把魂儿给勾出来。
实不错。
岸本少佐，你们带人包围整个西园子，不要放过一个人。是。圣墨小姐，三井大佐和板垣周佐都在里面，咱们这么兴师动众，万一要是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样的话皇军可就颜面尽失了。不可能没有事情发生。是。包围西园。是。师父，我觉得龙武这个人有问题。讲。龙武他跟我说，他的母亲在城里住不习惯，所以要回到乡下去。可是，他们早不走，晚不走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离开。还有，你不觉得我们围捕突击队的行动有些蹊跷吗？他们撤退的速度之快，应该是早有准备。真子，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不过龙武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龙武是莲花寺的俗家弟子，他对三井夺取舍利子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。我想他的目标应该是舍利子。那他请我和三井大佐去听戏，有可能是个圈套。师父，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子。如果他要是跟突击队联手了呢？这个不太可能吧。你不要忘了，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国人，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。共同的。师父，要不要立刻派人把他抓过来问问？不用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好，想联手对付我，就给他来个梦中捉鳖，一网打尽。师傅，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今天行动取消了。取消？为什么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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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得好。外援可能是后面这个圈套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先看看再说。一会儿召集会撤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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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板垣先生，我今天给你们准备的上等的龙井好茶，你怎么不尝一下啊？龙武先生，你的戏演得比下面的戏子强多了。板垣先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何出此言呢？你也是聪明人，何必勾结八路和皇军作对呢？你们这群土匪强盗，夺我佛门圣物，不杀你们难解我心头之恨。
起长风峰，你可差远了。哼，滚！不行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我们杀出去吧。好，走。不行，咱们出去帮不上忙，只会拖他们后腿，影响他们撤退。刚才谢虎说了，让我们先离开，在龙武寺寨会合。我们马上离开这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这是命令。看来，今天的好运不在你们那边。Thank you.
庆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谢大哥。怎么样，你们几个都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？林兄弟呢？怎么，林大哥没回来吗？没有。没回来？那他不会没跑出来吧？哎呀，就你话多。我是担心他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不行，苏姑娘，现在去太危险了。苏姐姐，林大哥武功那么高，他一定能跑出来的。苏姑娘，我觉得林兄弟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没准啊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对了，刚才在戏园子里面，是谁扔的烟雾弹？是啊，要不是那个人扔了烟雾弹的话，恐怕我们谁也出不来。烟雾弹？对。什么人？就是那个飞贼。飞贼？我猜他是龙武的人。我怎么没听龙武提起过他？对了，龙武他跑出来没有啊？他牺牲了。师父，这是您托我保管的舍利子，现在交还给您。春子，这次又多亏你想得周到，识破了龙武的诡计，只可惜功亏一篑，没有抓到谢虎和其他人。我已经派人去追他们了。师父，您不用担心，抓住这些人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觉得这次可以利用灵无剑引谢虎他们上钩，一网打尽。师父，我们这次来潍县的目的是保护舍利子和国宝安全送走。抓谢虎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，不易节外生枝。春子想得对，谢虎他们实在是狡猾，我们先把舍利子安全送出才是第一件大事。师父，你打算怎么处置长青帮呢？这还用问？当然应该斩草除根，以免祸患。师母，你认为呢？长青帮弟子众多，而且三井在潍坊城内夺取舍利子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再追捕长青帮的人，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抗。秋言，你应该多向你师妹学习才是。是。林大侠，跟我们打交道这么久，没想到今天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以你的家世背景，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和八路军一起跟我们皇军作对。哼！还有，你那些同僚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任何人能顾及到你的死活，你何必要拼死呢？林大侠，只要你告诉我他们的下落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苦，还会帮你疗伤的。啊！不，我才懒得听你这些屁话。来人呐！从今天起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我要活活的饿死他。是。
怎么了？别急，林无忌，他还没回来呢。三宁大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板垣君，昨天的事我要对你深表感谢。如果不是板垣君出手相救的话，我恐怕早就死在龙武的刀下。请你接受我的谢意。啊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只是尽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本分。再说你也是被龙武蒙蔽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板垣君，我还有一件事想求阁下帮忙。有什么事情直说，不用客气。昨天的事请不要上报田中将军，拜托了。三宁大佐，这件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，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我只会把消灭龙武这件事告诉将军，至于其他的事我一定守口如瓶，你放心吧。太感谢了，请。好，三宁大佐，昨天逮捕的那个人是八路军的突击队员酒鬼林无间。哦，就是去年在威海杀害了我们五个军官的那个人。没错，就是他。突击队的人一定想方设法的营救他。三井君，你一定要加强戒备。是，安排少佐。大佐，你要多派一些机枪手、狙击手各处埋伏，防止八路军的突击队来救人。所有的守卫要加派双岗，一旦发现他们来了，统统消灭。是。秋元少佐。你要协助安本少佐进行布防。是。你们几个去这边，发现可疑人员一律射杀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。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过往行人一律盘查。谢虎，小鬼子干嘛呢？看看再说。师父死了，老九、老七、老六也没逃出来。好在鬼子没有继续追杀帮里的弟兄，倒是你们要小心些。我们都没事，还住在你师父的宅子里，昨天夜里啊没什么动静。谢英雄放心，那宅子只有我知道，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出卖弟兄。多谢你了，兄弟。我们这次出来就是想打听林无间的下落，你们帮里人多，帮忙打听一下。你问着了，林英雄被鬼子抓了，现在关在日军的指挥部里。消息可靠吗？应该没有错。我听说板垣那家伙不给他吃的，不给他喝水，想活活饿死他。王八蛋，他要是落在我的手里，我非把他大卸八块拿他喂狗不可。谢英雄，你得赶紧想办法啊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救他。好的，用得着我大名的你们说话，我们长青帮的兄弟跟鬼子势不两立。那就好，劳烦大明兄弟帮我继续打听着。好的。好，多加小心，告辞。
赵大哥，怎么样了？有林大哥的消息了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已经知道了林无间的下落。只是什么？你说呀！苏姑娘，林兄弟没死，让板垣给抓起来了。现在关在日军指挥部里，鬼子戒备森严，要救他恐怕很难。苏姑娘。你现在不能出去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对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再这样等下去，只能给林无间收尸了。听我说，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呀。只有一个办法。 咱们必须去一个地方。哎，来了来了！请问几位有何贵干呢？这位大叔，我们是来找林老爷的，麻烦您禀报一声。找我家老爷。 对不起，我们家老爷闭门歇客很久了，各位请回吧。哎，大叔，我们是有急事找林老爷，是为你们家二少爷林无间的。二少爷，好，里面请。麻烦了，请。哎，走。你们几位是？林老爷，在下是谢虎。 八路军敌后突击队队长，这位是同贺贤同志，这位是苏如娇同志。哦，你们为了剑儿来找我，你们跟剑儿是什么关系？哦，林老爷，我们跟林无间是八路军战友。哦，战友，啊，来来来，请坐。请，几位请。林老爷。 我们这次来打扰您是有急事找您，什么急事？难道剑儿出事了？林老爷，您儿子林无间是我们突击队里面最优秀的同志。自从他参加了八路军，他杀起鬼子，那是一点都不含糊。可是前几天，在执行一次很重要的任务的时候，他被违宪的鬼子给抓了。 什么？剑儿被鬼子抓起来了。我们这次来找您，就是想请您帮忙救出林无间。看来老天真要绝我林家的后了。先是家门不幸，出了静平这个逆子，现在就剩这一棵独苗。 我还要让他为我林家传宗接代，光耀门楣。可是，没有想到，您别激动。林老爷，我们都知道，您是山东最大的实业家，以您的威望，找找日本人，一定会救出林无间的。唉，我一个糟老头子。 早就不问世事，隐居多年，能有什么影响啊？老爷，您要是……您别说了，我身体不好，我想休息了。大夫，送客。林老爷，不要再说了。 请回吧，老爷，您喝茶。
林大夫，哎，你跟我有三十年了吧？啊，回老爷，算上今年，一共三十二年了。是啊，这些年我林家一直是积德行善，只是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？ 老天既然这样对我林家，我林家从此要绝后了。哎，老爷，您别伤心，别搞坏了身体。我觉得二少爷的事不是没办法可想。能有什么办法？他不是被土匪绑了票，花点钱。 能赎回来，他可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，而且他的身份是八路，你想那日本人还能轻饶了他？哎呀，老爷，我，哎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吧，您忘了。 当年那个日本中将田中，不是想请您担任日中友好商会的会长，您推脱不掉，这才放下所有的生意，住到乡下来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？这可是关系到二少爷性命的事，您能不能跟田中求个情？啊，来福，快，研墨，哎哎。 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威海日军司令部，交给田中将军。是。谢虎，怎么样？林永简他爹怎么说的？林老爷没答应咱们。对啊，林大哥可是他儿子呀。 林大哥和他父亲已经断绝父子关系十几年了。哎呀，这血缘关系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对，田嫂说的对，这父子之间怎么能说断就断了呢？我觉得林老爷不会不管他儿子的死活，只是现在。 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，我觉得咱们不能光靠着林老爷，自己也得想办法。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救人，根本就不够。我看这样吧，田嫂，你回一趟根据地，去找一下李政委和高副司令，好，让他们多派几个人来。 报告将军，有您的信。林锦昌啊，你也有求我的一天。给我接潍县。
我要找板垣。啊，板垣君，我是田中。你们在潍县抓到的那个八路军，是不是叫林无间？哦，他现在人呢？不不不不不，不是让他死，而是要让他好好的活着。这个人，我们还有别的用处。嗯，我会马上到潍县来，等我到了之后再做决定。好。来人，到！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出发去潍县。是。秋元，让军医去给酒鬼治伤，别让他死了。为什么？石团长阁下说，这个人留着有别的用处。哦。师父，最近我听说有人在为他求情。不知道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面子。我想。应该是林无间的父亲林锦昌。几年前，田中中将找过林锦昌，希望他出任中日友好商会的会长。我想，他是想借着林无间逼他就范。如果林锦昌真的当上了这个会长，你们认为八路军会怎样对待一个汉奸的儿子呢？嗯。来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不过田中将军对你网开一面，留你一条命。好好保养。啊！来人，把他送到客房。是。报告，田中中将到了。快请。请。石团长阁下，您一路辛苦。大家辛苦。请。嗯。嗯。板垣君。是。运送舍利子和中国的那些宝物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？报告将军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完毕，只等船靠岸，就可以把货物装船运走。嗯，你能保证安全吗？将军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舍利子我会派船运走，其他的货物你们用车送到济南。三井君，是。你在潍县的部队要全力配合板垣军完成这次任务。是。将军阁下，我一定全力配合板垣中佐。好。各位，我今天来潍县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见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想必你们都听说过。林锦昌。哦，就是号称山东第一实业家的林锦昌啊。
可据我所知，他已经闭门谢客多年。他的老家就在这里，并且他就是林无间的父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我网开一面，放了林无间，并约我到潍县来移婿。诸位，帝国的军队在中国屡屡遭到抵抗，就是因为我们笼络人心做得非常不够。今天林锦昌主动来找我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。五年前我刚到山东的时候，就极力邀请他担任山东日中友好协会的主席，可是被拒绝了。这以后我多次找过他，可是他就是不肯就范。我软硬兼施，可是都没用。最后他竟然放下了整个生意，离开了威海，跑回老家去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让林锦昌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主席？林锦昌在山东乃至整个华北商界的地位无人可及，前两年光他一家就有商船几十艘，航运生意遍布整个亚洲，很多商人都以他为马首是瞻。诸位想想，如果这样的人能为我大日本帝国服务，那对我们控制整个山东乃至整个东北不是很有利吗？是。师团长阁下，您真的打算释放林无间吗？等他当了会长再说吧，到时候要抓要放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？天中太君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林老板，你的精神还是那么好，一点都不见老啊。请坐。来来来。林老板，今天请你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老朋友叙叙旧。将军客气啦。天中将军，犬子林无间自小放浪形骸，不服管教，没有想到竟瞒着我参加了八路军，给天中将军添了这么多的麻烦，望将军高抬贵手，放犬子一条生路啊。林老板，你救儿子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这件事恐怕有点难。你儿子是我们的要犯，而且他曾经多次杀害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官，罪该万死。现在你要我放了你的儿子，说不通啊。将军，我林锦昌就这一个儿子了，看在我大儿子曾经为你们日本做过些事，你就留犬子一条命吧。只要将军答应放了我儿子，我林锦昌愿意捐出我所有的家产换我儿子一条命，望将军成全呐。
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别这样。哎，老爷。啊，林老爷，其实想救你儿子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我呢，也不让你捐什么家当，只要你出山。我知道，将军肯定还是想让我当这个日中协会的主席，对吧？嗯，聪明，而且还希望林老板在三个月之内，把整个潍县和山东的商人都加入到这个协会里来，效忠于我大日本帝国，忠心地为我们皇军服务。我林锦昌就是豁出这张老脸，也干这个主席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先让我见我儿子一面。这有何难？我马上就去办。快坐，简儿，你受苦了，爹来看你来了。爹听说日本人抓了你，就想尽办法疏通关系，就为了见你一面。你来干什么？他们抓了我，跟你又没有关系，要杀要剐随便他们。简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我林家唯一的香火，爹怎么能见你身陷囹圄不管呢？你不用在这儿假惺惺，不用你管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你的，林老爷。简儿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爹。爹知道你哥的事以后，就明白自己做错了许多事。你就给爹一个弥补罪过的机会吧。不用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你走吧。不过，林老爷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等日本人把我杀了以后，麻烦你把我和娘埋在一块儿，来生再好好孝敬他老人家。你放心，爹一定救你出去。为了列祖列宗，为了你死去的娘，我一定救你出去。你还好意思提我娘？